还好，今天是5月16号，也是我们天使衣服开区的第377天。他喵的，这中枢重组了和没重组有区别吗？博哥应该会来这里，算了，我们就上打这里吧。这样，来先把日程买一下吧，等一下去打下神界，好吧？趁现在还没开始，我们先买下东西，等一下去打神界。等一下聊聊中枢的事情，买了吧，这也买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其他的不用买了，来，我们先看下中枢，好吧？啥意思嘛？怎么直接就往上打了呀？我们怎么就打上去了呀？这有什么？没有生命。我们怎么就打上去了呀？毁灭，生命是24，毁灭28。这里呢？生命只有生命的。我看哪里能打人，我要去打人。随便找个地方打着吧。中枢，我们从毁灭变成生命了，看没？我们以前是毁灭，现在变生命了。博哥他们从生命变成毁灭，就是我们和博哥换了个位置。我们衣服和十二服换了个位置，还有拉风小东他从生命变成海神去了，懂不懂？现在就证明我们生命没有以前人多了，没有在毁灭的人多了。烈焰有谁？烈焰我看看，来我们看排行榜吧。烈焰，排行榜，烈焰有追凤。就是有二区，还有若风神尊，有两个，他们有二区的烈焰有，还有一个扶苏，或者扶苏以前是和我们一起吗？扶苏以前和我们一起的，现在变成那边去了，还有小兔超萌，这两个没换，他们也是还是烈焰。一番也是海神，冰少他们变成海神，好像变动最大的就是33服从生命变成海神了，变动最大的就是这里，他们分了很多人出去。就他们分了很多人出去，就原本的人变少了，懂不懂？就是我们这边和那个毁灭的人变少了。烈焰的话就二服，还有哪些服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咋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二服的人我怎么可能？毁灭的看毁灭有哪些啊？毁灭好像只有博哥他们，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不认识。小龙，为什么我们去131神界匹配博哥？别说你们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次匹配都不公平，他不知道怎么匹配的。你们有些12服，你们是118吧？118匹配到那个12服，那匹配相差几百多个区啊，相差200多天啊，差不多半年呀、啊。你们相差半年的区都能匹配到一起，你说这个匹配机制能合适吗？这个第一应该没人和我抢吧？怎么追风怎么和我抢第一啊？这个我应该可以拿第一了吧？博哥现在他应该不会制裁我了吧？博哥，我没有去练啊，别找我呀。别到时候说我去把烈焰打了呀！你看烈焰我都没去啊，我都没路过这里啊！你看我都往这边走的，到时候他们被打没了，别怪我呀！别说我打他们的呀！来把这买一下吧，买一个这个东西也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够了吧？多了，博哥都满了，对，博哥满了。说但是博哥他也要拿第一啊，他会送。我跟你说，博哥你看他满归满了，但是他还是会下装备送，知不知道？来给你们看看，博哥肯定没带红环，好不好？我不用想，博哥肯定没带红环。你看，他满了，他还是要送。你说气不气嘛？他满都满了，他还要下红环去送。他中枢材料都不缺了，他还把红环下了去送。他都满了，啥都不要了，他还去送，还去抢第一，抢了第一，他开出的东西他还把他强化。博哥来了，哎，但是，哎呀，这博哥来了和没来有区别吗？他没带红环，你看嘛，揍他呀！你看他不是嘎了吗？他来了和没来有区别吗？他红环都不带，这边能打上去吗？生命三十五个，就把自己打上去啊！我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打不上去呀！我后面没人了呀！假如等一下我嘎的话就接不上了。为了避免等一下我们嘎，我们先买个药水，好吧？先买个10个，来，先吃10个药水，一人吃2个，来，给他们一人装2个。哎呀，中枢咋回事呢？我杀了多少个人呢、啊？我杀了52个人，51个人呢、啊，杀了51个人，我们一次没送。这周二和周四我必须得多送一点，不然周六的话我就送不了多少。周六的话我感觉我赶不上博哥，所以说我现在前面先把分给他送满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送人头了，因为我们没带红环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头杀满了，杀了100个人，大家中枢好像是95个人头就满，还是98个人头是满，我们刚刚看没，我现在杀了100个人，刚刚是多了2次上线，一说是98个人都满，中枢人杀人头杀98个人就满了。拍卖啊，拍卖，我翘又晚了，早点喊呀，我操，我现在翻得下去吗？等一下我先找到下面，我先看下面有没有觉醒，没有，我们就拍这个，拍进阶材料。3、2、1，我操，我参与了一个，拍不到了，没了，拍到了，哎呀，谁说我们猜的？我们拍到了，那大剑就不抢了，大剑不要，大剑咱们满了，也合不了带字的。
我们就派这个进阶材料给他觉醒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缺的是觉醒，个啥了觉醒呢？我那天把觉醒全部觉醒完了吧？我记得我有六个呀。哎，吉祥又在那里杀一堆人，真的先杀吧。我们看看这边战况，看看每个地方的战况。这里毁灭只有两个人了呀！我操，初一都杀通了呀！把这个人杀完，我们就我操他们打上去了。你看，烈焰这种是改废了呀！这烈焰被打的啥都没了。不是天佑，你为什么把符叔杀了呀？我说我能输两次了，这还能输两次吗？这个啊，符叔又来了。我们把这里打完，我们就可以去这里打海神了。我们可以把海神断了。其实我们说烈焰可以让我们从这里上去把这里打了。欧阳，其实你放过他们吧。欧阳放了过吗？欧阳走了。但吉祥又去了呀。欧阳走了吉祥又去了。我服了，小气能上我。小七，他连这都打不过来上我，你想啥嘞？他连这都打不过，还想来？你还说他能上我？他这能上我吗？哎，死了。好，还可以再送两次。我又来这里，只有这里能送了。我感觉只有这里能送人头，其他地方我都送不了。好，又送了一次。我看我现在排名第几啊？还是第二呀？我操，两万七了！我吹风都两万七了，我这怎么打呀？这烈焰，说实话，烈焰不应该打这个城的。烈焰把这边收回来就好了。烈焰把这一堆收回来，还有把这一堆收回来就好了。我们其实从这里往上打，我们打这里往上打。哎，我操，打上去了，小迅打上去了。这里打完了，小迅，我操，小迅一个人杀多少个？小迅一个人杀386个，384个，你看没？小迅一个人打384个，这里应该是小迅一个人打的。你看，都刷不完，300多个人，这刷的完，刷完了。看看从这里看人，看没？小迅，这全是小迅一个人打的。看没？小迅杀的多爽，这一堆全是他一个人打的，这一堆。你看这拉不完。384个人，这一堆，这一个小城啊，这小城，这不是大城，这一个小城300多个人，好死了，好可以了，我又可以多买了一次了。来，这一次就我们直接就可以去了，这次我们就带着红环去把这个城拿下来，下周我们就可以打这里，就可以救烈焰了，懂不懂？下周我们把这里打了，就可以打这里，这里打完打这里，这里打完就可以打这里，就可以保证烈焰这边他们就海神打不了烈焰了，我们这是在救烈焰，懂不懂？但是的话，我救归救，这些是谁打的呀？这些是小号打的呀！我操，欧阳你干嘛呢？欧阳，我操，这个欧阳打到人家家里面去了，欧阳，烈焰也会卡你啊！烈焰不管他卡归啥的，我们能保证烈焰趴下在烈焰，我们保证趴下不是他们烈焰有城拿就行了呀。我们保证烈焰有点城，就别让他们试车一趟。这海神太过分了，他把人家烈焰都打没了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先到这了。